前几天超级满月之夜是有一股引力波到达了地球，这个时候你的智能手机改造了，那就有可能变成了一个磁场的中转站，变成了一个锚点，而这个时候它恰巧出现在你的身边，那它的出现就跟引力波有关系。引力波？不可思议。意外，意外。口罩戴好。Sorry。太不可思议了，引力波从宇宙里传输了一个人。我一定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儿，这辈子才遭遇这些，还以为你这手机连累你。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一直用这款老手机吗？那是因为这是我爸送给我的最后一个礼物。哦，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原因。没关系的，都过去这么久了。我爸他是一个编程天才，一心投入在工作里，可是没想到的是最后也是在工作中突然间离开。那会儿的我正值叛逆期，正是跟他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。为什么这一切会突然间降临到我的身上？所以我就带着这个疑问一直活到了现在。现在我无论怎么改变这款手机的内核，都不会去改变它原来的外观，因为这是我和我爸最后的联系。现在的我反而相信命运中的一切都是注定安排好的，所有的哀伤，所有的疑惑，只要你坚持努力，时间都会给你解冻的答案。谢谢你。当然了，虽然现在有了陈教授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松懈的。今天讲的内容比上节课多，你倒也不用谢我，我呢确实想尽快摆脱你这个麻烦。哎，你这话说得过分了啊！哎，我刚刚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来着。师兄，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你。是他？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